这个季节有一部分水果也都下来了，什么香瓜子啦、蓝莓啦，等等啊，我们东北这边这个季节也是有水果的。刚刚在超市看那个蓝莓，22块钱一斤。一斤。上次我们买了吧？对，这小圆枣子，你看，这是小猕猴桃的感觉。这可比咱上次买那个整的。啊，看看猕猴桃也是东北特产啊。孙老板又带我和宋强同志来摘蓝莓啦！今天出来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摘蓝莓。看这景多好看，妈你回头，这景可好看了，你后边就朝鲜的山。上朝鲜来了，出国了，出国了啊，出国了。一会儿手机接个短信，朝鲜人民，滚过去。看这一片，这一片全是蓝莓。一直到那点儿啊，到边儿，然后这面这一片全是，哎呦我的妈，这么老多，叫他们羡慕羡慕，羡慕吧，这环境，这蓝莓，哟哟，可惜了，掉了一个，哎呀，这来美男子，尝一个，这比那小的好吃，太小了，你摘着，你看人那女孩摘着，太大，这倍儿大，你们可以挑，搁里头啊，可以随便挑，啊，随便挑，啊，好，吃也随便，你能吃饱。能吃多少吃多少，听你能吃饱你吃饱。这个大挑大的贼还可以随便吃，多好啊，这个大大强，你看后边那一球的大的哪个，后边来，哦，嗯，这多了啊，对，哎呦我天，球你快看，还好看，哎呀，嗯，好像大甜甜，你看白眼染，这不是甜甜，这是蓝莓，我瞅这一坨，我要一把全抓下来。你别把树给薅坏了。哎呀，这确实比我那一把大多了。我摘半天都不敌这一把。你看这蓝莓，高大的摘呀，朋友们，老过瘾了。看这大蓝莓，这个蓝莓呢，到秋天，因为它肯定是这么大一片地呢，也不可能全都采摘完，你知道吗？剩下采不完的，自己就采回来晒干儿，知道吧？把就是秋天咱那个蓝莓干儿。就是这个了，咱这个临江就特产这个东西啊。他这个采摘园一个人门票20块钱一个人，然后你进来呢随便吃，就你有多大量你就敞开肚子吃，让你随便吃。然后你要说带走呢，就是25块钱就挑大果摘，然后20块钱再便宜点就是小果摘，随便啊。就我们临江长川也在311国道上，不是，也在那个331国道上。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朋友们，吃个够。像我们进来摘大果，25块钱一斤，然后门票呢，你就自己敞开了吃。怎么这蓝莓这么好吃？你不还多吃点儿，是不是特别划算？人老板都说了，你敞开吃，使劲吃。哎，就这个蓝莓在我们这儿是便宜啊，但是你要说真到了市里去大城市，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而且你也吃不到这样的果。就挑喜欢的，看好谁吃谁。嗯，吃一口让他们羡慕一下。一个一个吃啊，我都一把一把吃。吃蓝莓对眼睛好，嗯，因为现在所有人嘛，就包括咱们就是录短视频都是，嗯，离不开这个手机。我们当地人就是多吃一点玉米，玉米含叶黄素高嘛，然后多吃点蓝莓对眼睛也好。媳妇儿，我觉得这片还有一点好，嗯，就是能近距离的看鸭绿江。在这儿不但能近距离的，哎，就是自己亲自体验采摘蓝莓的乐趣，然后你还能近距离的观看鸭绿江，然后再看近距离的看咱们这个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他刚才犯错误了，我让你们看一下。他在那捡地上的。我刚才把我自己给打翻了。好，看看对面这个鸭绿江。好，我都捡起来了啊，我给你一个都没浪费啊。嗯。我捡流干净。也流干净啊。嗯，太棒了。这个是我答应小宋同学的，他喜欢吃蓝莓嘛，我说我们临江盛产蓝莓，我说我回去给你邮，结果回来吧没下来，他回来这两天蓝莓刚好下来了，他命好，有这个命，嗯，命好。媳妇儿啊，我以前吃蓝莓啊，就是以前买的那个都一颗一颗吃，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吃的吗？啊，我是一把一把吃，可吃过瘾。
蓝莓自由的。你看我妈摘了这一大盒子呀，挑大的摘。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Lovers in the night, though it's trying to ride, we don't know how to rhyme, but damn, we try. But all I really know, you're where I wanna go. The part of me that you will never die.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and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this way.